亮亮了，天就特别看就那一股，人家还烧开的嘞。这胡同也提提，这个车也提提吧。嗯。上面背景也得是吧？小虫你看的话，麻天麻天都干净。你就说胡同再麻天干净不了，是吧？干净。它是养活的，是吧？嗯。天不热还背的你麻劲呢，这个这不连麻不劲。真主要这种好好的人，这个地老是没得没吃白的。哦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自然就说不往南走了，白搭这个地方。是啊。当然这三趟差不多了。嗯。这不着三趟。这地方我说没。哎，当然没看。去看看这个来，来看看。装在装在停了一个，嗯，为啥就这样黑了？不知道，你家说厨房里贴个贴那骨头跟那墙砖都是一样砖都连，嗯，你看那你看这两米六乘一米的这是东墙啊，这个是两米六乘，你这干说面今年都知道都不，一个是三米四乘一米，这是两米墙，墙砖嘞，这个是一米四乘一米是在门这里头嘛，门口这边那个俩小洞。这最后了，明天这骨头明儿那加石块，你可以加石块的话，白入这要是有块，白入七块的话，怕不够。加石块够，不能加。不加，多加点。这个管理人不是没事，要你多加两份。好。直接整中午是呗？哦。你正好几个一块。你放到哪来的？这里放到哪来？不然了就是你看拉那块块，不然能拉了拉用的拉用。对不对？
你也不一定说就对上，正常上倒不好的，有咱们大开开的开。是吗？那咱开开下边儿。你看那字儿成立了，开不开吧？开开下边儿有会的。那开不开？那但是他这个。那还得，那老干拉着干拉着坏呀，是呗？还不如去城买。说你买人不开上，你这不是能把厂开了吧？你这人你，怪啥怪怪？这个人哪位都是怪你。城里你不是都大开吧？有这都富贵。那城里那人有了还能学学啊，不是嘞？样儿不？那这样。是呗。嗯。听懂没？有一个这也有，你看。我也是小子。他这个菜品那是的。菜品再给你做点儿，这个还差点儿是这个。对。差点儿行了。别说他了，就说这个。那不一定得了我，我跟你说。我这个差半路来的。丢的，咱能拉色拉色，不能色还丢的。差半路，还是买这个还是也不便宜。这挺啥？可贵，那吃品那还行啊。这挣了十万，这挣了好几十。哦，对，那个老不知道咱拉着是啥。那个比那包跑就是。那这是包跑，对，这正常。那能拉了，别拉了。这说的有点拉了，这。